那不是从小看的这个握手，一起，哟，哥哥，那是哥哥的，哥哥的来。他比他大好多啊，大两个月啊。大两个月，刚好两个月。咦，不能穷，哎，好嘛，哥哥也凶耶。咦，看到没？那跟他来跟他。跟我一样大是呢，哟哟来，辛苦小妮了。阿姨喝茶。啊好，黄大姐。哎呦。喝水，娘娘，看你倒的水。他跟熊哥说。哎，走。哪个握手？他都有点凶，都有点犟，现在。我抱一下大姐。哎呦。哈哈哈哈哈。那个休息。哦呀，你看。他了。那个休息。怕不？怕不？有点怕了。哦，怕。娘娘抱一下。娘娘抱一下，阿姨抱一下，阿姨抱一下嘛。你一路握着嘞。哦，握手。我手上握噻。握手一下嘛。握手，握着一点。你看刚刚他吼弦啊，这个比他大他不敢吼了。他那个八号大两个月。哎呀，今天刚刚是八号大两个月。这个也有点凶耶，兄弟，那个什么嘴角。他看起大些。我抱他嘛，我看看，我看我一半长出来没的啊？我一半长出来没的？哪个长出来了？嚯，得了七八的我了。你们要好认真活。我们都是七五单的。嘿。那个，那你们那个高些看起来是高点儿噻。他白些。啊，白些。起码子什么些？那个那早上他没加煤气，才讲都不响起。他还是那个胖哦。胖么子才从身子包回才十六斤，那过多两个月才长得点儿，长起来你会喂些？哪个喂的？哪个喂的？小哥哥，哪个啷个喂的？你不要去喂啊！我走。他胆子大噻，我喂的胆子大。哎哎，我走。刚刚去赶集买了点菜回来，今天小爷要满周岁了，让他的外公还是他的外婆过来，他买的衣服都过来。因为这些蔬菜家里都有，我买了一些家里没有的菜。云南的花菜呀。春节花菜嘛，也是快。生成那个一岁大。去年今年才生，今年都一岁大，好快不得。那个玩意儿，现在快了。买的长蚂蚱。长蚂蚱。把那个蚂蚱吃了，么子好东西。我们这里小孩子过周岁要抓周，就是抓到什么，看那个意义不同了。嗯，看等一下小鱼要抓什么。这里看这个章哎，还有转盘，还有转盘。这个抓的是些什么东西？给大家看一下。还有剪刀，好多东西哦。抓周证呐，还有证件呐。还有证件。哦，它的每个寓意后面都有写啊。每个寓意都不一样，看他抓到什么小鱼。我抓的每个还要有结的，这是哪里买的？网上买的。是金丸嘛？是金丸，这个是金丸。嗯，看他小爷要抓什么？抓的这个应该就是这一辈子就是衣食无忧了，金丸了。说的这个就是在抓的这个就是要银行上班干的。这个这个就是当干部啊。来，抓的这个的话。这个不知道啊，抓个这个。这个上面有血，有血的，有血、啊。等一下看他抓先嘛。啊，把小孩抱来抓。来，你把抱过来抓。来，抱过来抓。啊，这些抓啊，看你抓什么。嗯，看你抓一个，随便抓一样。哎，抓了金花碗。抓了一个金花碗。第一个他就是按他第一个抓那个吧，应该是第一个，他就抓那个抓那个金饭碗啊，金碗就是金碗，事业有成了，事业有成了，金碗的嘛，金碗的嘛，事业有成，衣食无忧，事业有成，衣食无忧，抓金碗是吧？你说金碗哪一个？抓个第一只，第一只嘞，来牛，叫牛也来抓一个，牛来抓个，牛牛抓个，牛这是第一只。你抓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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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抓一
今晚玩我在这里。今天过去，他七三年，你们跟我那个烟台洗了一气，那一气味儿都是没得。那味儿都是在，今天不舒服。